为什么你桌上没有东西？等老师还说你们可能都不清楚是不是？清楚吗？清楚吗？是一个红色的英文歌，然后再去介绍几个单词、几个句子。哦，那你们这次回家作业吧。叫红毅，红毅没有弄。哦。老师怎么就是啊？老师好。好，同学好，为什么没有帮我擦黑板？实习生是谁？怕你还要用吧？怕你还。怕我还要用。对。上来擦。上来擦，擦完顺便出一题。不用了，够了。别搁出啦，啦，无装死。够了。再来要讲一些东西。老师，你倒立啊？你的影片的你也搁想看？有时候会看。来，同学看这边。你今天爱看？来，你知道这个怎么把它写成等级化？0.008。就是八除以万。来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没错，注意看呢、哦。这个是一万分之八，就是在讲八除以一万，对不对？看我这里哦，那个第一排的第三位，你们那个座位表不见了。常常换，所以我来不及换上面，哪有来不及换？礼拜一就可以马上处理好、啊。我把你调调。谢谢你，感谢你。你有没有发现你们是这样说，一万分之八它代表的意思是八除以一万，对不对？那除以一万不就是在对，除以一万在干嘛？把八变小也就是这个事实上有两个想法，第一个是八除一万，对不对？那八除一万不就是代表八？没有，慢慢来，不是。来，八除一万，我们要把它写成科学记号。八除一万不就代表它是连除几次？我们用十来当等级，它要除几次？它要除几次？除一万代表，除一万代表它。除以十，除以十，除以十，连续除几次？四次。那也就是代表这一个八要被降几次？降四次。所以这个八是在十的四次方，负四次。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八一样啊。了解在讲什么吗？了解。八除以它跟八除以它一样的嘛。那这个的好处是直接让你看到，它连续除以十除了几次？四次。所以它等于是用八连续被降了几级？四次。连续被降了四级。可以吗？了解哦。可是呢？我想一下应该怎么讲的这样。如果
好，我们先来讲一个东西。这个你们应该没有困难，就是来看那本，这两个科学记号乘起来，哎，首先这是不是一个科学记号？是。这是不是一个科学记号？是。为什么你那么肯定？因为它前面那个，因为前面这个数字它是在零级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它在一到十之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把这两个科学记号乘起来要怎么乘呢？四方先乘。所以它的意思是说用这个放大之后，这个要再继续放大，对不对？所以乘以它再乘以它，那不就等于是四个东西在做乘法吗？这是一个六等级的跟一个二等级的乘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说它这个升六级哦，继续再做乘法，又再继续升两级，对不对？了解意思吗？所以会二乘以它，再乘以它，再乘以它，所以它在升级的动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怎么算呢？那个燕文，你后面一百项，你那本收起来。我知道你在干嘛，后面一百项。你很不应该。后面。上课一定要认真。七乘以二多少？七乘以二十四哦。十四。然后这个升级再升级，所以会总共升了十的六次方，再加二次方等于十的方，所以会等于。这个是科学记号吗？不是，是。所以我们要把它转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一个是在十的等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先把这个转成 1.4 乘以 10， 对不对？然后后面再八级，所以合起来就总共是多少？所以是 1.4 乘以多少？十到九次方。好，老师出题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乘法就这样算。OK 哦。等一下，不用，不用。你们回去那个你们的科学教背面就有一些是这样的题目，对不对？有啊。这个是乘法，黄凌轩不用抄，不用急。燕文，你上课一定要认真。好，如果注意看呢，二乘以十的六次方，七乘以十的二次方。我把他们两个对调一下，其实不对调还是可以算的，只不过答案也是一样吧。答案一样。好，我们不要知道自己的困难，我先这样。注意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慢慢来哦。你们那个我还没看过你们的，这除法对不对？对。除以它，对不对？对。前面的这一个代表升几级？升七级，六级。这边如果是乘法的时候，这个不是在升级吗？对不对？可是我是如果是除法呢？所以那个就在降级啊。就会变降级，对不对？了解吗？了解啊。然后除法，注意看，七乘以十的六次方除以二乘以十的二次方，等于分数。分数的运算会等于什么呢？三点二分之七乘以十的二次方乘以十的六次方，知道这个分数的运算吗？知道。我会找时间跟你们讲这个。好，这个不知道会这样子的，请举手。知道了，请举手。知道为什么它可以等于它的，请举手。手放下。好。
这个我还会再找时间解释，这是有道理的，这是分数的运算而已。二分之七乘以这一个会等于分母乘分母等于分子乘分子，分数乘以分数，分数乘以分数，分数乘以分数会等于分母乘分母，然后上面分子乘分子。好，那这两个乘角跟这两个乘角，我可以把它拆成两个。经典看我这里，我可以把它拆成两个，就拆回原来的分数形态。所以呢，七除以二。等一下，我出一些。三点五。七除以二。3.5。三乘以十方。十的六次方除以十的二次方。3次方。3次方。上面是升级，除以十的二次方就变降级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你用之前十的六次方除以十的二次方，所以升六级降两级会变什么呢？变成多少？十的。4次，所以你可以怎么算呢？指数率使得六次方，使得二次方，上面是升六级，你除以它就变成降级，对不对？所以六减二会等于四，对不对？知道我在讲什么？知道。注意看呢。如果这边是负二次方，看那板呢？注意看，如果这边是负二次方，这边的答案怎么改？5次方。如果变成负二次方，看那板哦，看那板。如果变成负二次方，负四。注意看，这个一样是七二十四，这是升级降级，六加负二，升级六次降级两次，是会变多少？4次吗？所以这个会变十的，最后答案会变多少？这个听懂了举手。听懂。好，放下。这一个跟这一个乘起来，田子乘。这两个乘起来，等于是四个数字在做乘法。四个数字在做乘法。我可以把二跟七自己算。然后这两个自己算，所以你会看到升六级，这边是降两级，所以升六级降两级，最后的结果不就会剩下四吗？也就是六加负二，抵消的结果只剩下升四级。那如果是这一个呢？我要把它改成负二，你这边就会变成负二。对不对？其他都一样，所以这边会变负二，所以就会变成十的六次方除以十的负二次方。同学，本来除以十的二次方，十的六次方除以十的二次方，本来是不是在降级？对不对？可是因为你除的是什么？负二次方是它的什么？相反。哎，你做的是它的相反，本来降级会变什么？升级。所以你会发现。你会发现，注意看哦，这个的运算怎么算呢？六减二，对不对？升六级，降两级，对不对？来，注意听我这里，注意听我这里。十的六次方除以十的二次方，十的六次方除以它，它会变成降级，对不对？连除两次嘛，降级。那我们的运算方法不就六减二吗？对不对？那当你变这个的时候。当你变十的六次方除以十的负二次方的时候，很抱歉哦，你做的动作是不是它的相反？对不对？你做的动作是十的二次方跟十的负二次方是相反的嘛？一个是往那边，一个是往那边嘛，对不对？你除以刚刚这个数字的相反，本来你要降级的，现在会变什么？除以十的二次方降级，对不对？
啊，如果你变成除以它的相反呢？除以它的相反会变什么？会变升级嘛？那会变升级，所以会变什么？就不是降级了嘛，对不对？而这个运算就是怎么算呢？那个，我也可以用怎样呢？六减，刚刚这边是不是六减二？所以我也可以把它写成六减什么？六减负二，了解吗？六减负二就相当于是什么呢？加二，对不对？所以六加二，学姐得到？所以使得六次方除以一个，除以一个想要降级的东西就变成升级了嘛？因为除法本来会降级，对不对？本来会降级，可是你做了一个它的动作的相反，所以就变不降反升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做了一个这个相反的动作，做了一个这个相反的动作，所以使得六次方跟使得负二次方，你本来如果是使得二次方，你是降两级，所以是减二，对不对？可是很抱歉，这边是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变成从降级变升级，因为做了它相反的动作，所以它就变成六加二。这个六加二我们可以看成是六减负二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用相同的运算，所以指数在做除法的时候，直接让它上下相减就可以，直接上下相减。所以呢，最后的结果变成十的六减负二，对不对？那六减负二就是本来呢，这一个应该是要降级，可是呢，你除以它就变成反而让它升级了，就变成六减负二，就变成六加二，所以的答案就会变成3.5乘以十的八次方。来，先算这一题。先算这一题。中间是什么运算？乘法运算。两个科学记号中间用乘法运算。要抄题目吗？题目要抄。一样的题目，只不过一个是用乘法，一个是用除法。老师啊，有还可不可以下一题吗？啊？两题都要写，两题都要写。洪一新上来算左边这一题。郑雅萍算右边这一题，直接上来算，其他人算自己的。你注意，你从这里到这里漏掉了，有一个地方错掉了，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？
好咯。你刚刚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知道。知道。除法把它写成分数，然后再分开。这个写上面，这个写下面，写成分数形态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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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除以这个，八除以五，写成五分之八。两题都算完了，举手。放下，还没算完再算呢。啊？这个写上面，这个写下面。然后再给它分成两个。同学，你们白色粉笔，再把它分成两个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是分母，这是分子，不会对调，不对，这个是分子。这个写这个八乘以它写在上面呢，八跟它是写在上面，分开，分开，这里写八，这里写十的负三次方，再来，继续，八除以二。这个除以这个呢？怎么算呢？降三级，除以五次方，是不是在降五级？所以答案要怎么写？你写这样就变成升级了呢？降三级。除以连续除以五次，又再降五级，对不对？好，回去。来，这两题你都写对的，请举手。我只对一题吧。好，放下。我都对，要加分。啊，加分。加奖三次。你写对就是加分了。来。来看我这里。我们把这一个写成分数形态，注意听哦。把它写成分数形态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拆开，等级的跟等级的写在一起，数字的跟数字的写在一起。然后这一个在算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这样想，这个是降三级除以五次方，又再降五级。所以通常这个的算法是这样，就是 a 的 n 次方除以 a 的 m 次方，我们怎么算呢？就直接怎么算呢？直接怎样 ？n 减 m， 直接把它上面这两个相减。啊，你用想的也可以，这个是降三级，这个除以一个十的五次方，它等于连续除五次的十嘛，所以它连续降五次嘛，所以降三次再降五次，所以就是降八次。那这个的算法等同于是降三次再降五次，所以是负三减五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所以它会是负八，负三减五，降三次再降五次，就降八次。错的人订正，错的人订正。看看自己错在哪里，好好的订正，订正非常的重要，好好的订正。你的笔记做人了。它好在哪里呢？它好在哪里呢？这边它不是直接写负八？负三。他有把它算出来，他有写，他这个是用负三减五，他有把它写出来，所以他知道他是怎么算的。对，这才是一个好的笔记，四乘以，或者是你要注记在旁边，我是用负三，就是你这边写负八，然后你自己要提醒自己，这个负八怎么来，是用这两个负三减五减来的，这才是一个好的笔记。来，叫你们回去写的科学记号有没有什么题目要问我？
上面。第一题。哦，那个体重。啊？哦，加好。好，抱歉，漏掉这个了。来，那我们看一下哦。你还记得刚刚我不是在数134吗？还记得吗？哦，对。134，对不对？注意听哦，134。你有没有发现我那时候在数的时候，百跟百算，十跟十算，一跟一算，等级相同的我才进行做分级，对，才进行做加法，也就是等级相同的来做加法减法才有意思哦。所以注意看哦，八乘以十的五次方。七乘以十的四次方，这两个我要做加法，看那版呢？这两个等级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我可不可以就直接说好，我答案等于八加七十五，十的五次方加十的四次方，十的九次方？不行，这么简单。你还没有换成。林轩。你如果希望我的课，你就是都在后面开合跳，然后我会成全你。如果你不听课，你就到后面开合跳。来看这边，来注意听哦。这两个加起来，八跟七没办法加，你知道为什么八跟七没办法加吗？不是同一个地方除。啊？啊，先乘除后加减。先乘除后加减没有错了。可是这一个我们已经算好了，那就是七乘以十的四次方啊。那它就是八乘以十的五次方啊，根本不能分开算。他们两个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加呢？等级不同不能加。他们那个八乘以十，懂吗？像我刚刚一百的跟一百算嘛，十块钱的跟十块钱的算嘛，一块钱的跟一块钱的算嘛，你等级一样才能够做加法，不是吗？所以目前他们等级有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所以你要先把它换成同等级。小的，所以变成零点八乘十的四次方。好，等一下慢慢来哦。我要先把它换成同等级来，同学。前面的这个是十的五次方等级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我看不到你哦，你都躲在班长的后面。你要想办法。不然你以后位置都到前面这边了。你让我看不到你，我就帮你调位置。那个我们班上没有按照高矮顺序的，都是用抽签的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们被前面挡到，你只要想办法以你的头让老师看到。好，来看我这里，这两个的等级不一样，所以我要先把它的等级变一样才可以做加法，摆的要跟摆的算，就好像是这样，对吗？对，不对？没有对好。什么叫做没有对啊？那个数字要对数字。什么叫做数字要对数字？个位、十位要对。你的个位对个位，十位对十位，百位对百位，不就是在做同等级才能够做加减吗？对啊。了解我在讲什么？了解。目前他们两个有同等级吗？没有。不同等级，不同等级不能算，所以你要先换成同等级。来换成同等级，那你要换成这个等级，来还是要换成这个等级？等一下，慢慢来。你觉得他们两个相加之后，他们两个相加之后，比较有可能是十的五次方等级，还是十的四次方等级？十的四次方。他们两个要相加哦。四次方啊，四次方。四。他们两个相加之后，会是十的五次方等级，还是十的四次方等级？十的四次方。你觉得他是死的四次方等级的请举手。刚刚明明很多人啊，他们两个加起来最后的等级，写成科学记号，写成科学记号的时候，最后的答案会写成这样子，还是会写成这一种？哪一种比较有可能？两种都可以。来放下，左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两个加起来
他们两个加起来有可能出现这个等级吗？有可能出现死的次方，死的四次方等级吗？有可能。你觉得有可能的举手，放下。你觉得不可能的举手，好，放下。为什么不可能？说说看。你是说不可能的还是有可能？崔婷他说不可能。好，这个是用运算的方式来讲 ，OK？ 算公式。不是不是，他是把它算，他很懂，所以他可以这样算。我跟你讲，很简单了、啊。我有3000多万，哇，这么一点，他只有900多万，我们两个的财产加起来，3000万，我有3000万，再一次哦，注意听我讲，我有3000多万，他有900多万，我们两个的加起来，3900多万，有可能会退到百万吗？不可能啊，那你们刚刚说，他退回了。你们刚刚说，一个是五的等级，一个是四的等级，你竟然可以让他退到四的等级，有可能吗？不可能，保证不可能。了解在讲什么吗？注意听哦，保证不可能。所以如果我来做这一题的运算，我会想把它换成哪一个等级？十的五次方等级。对，所以前面这个我不会动。把、后面动就好。后面那一个我会把它改成，注意看哦，0.7，看黑板，我会把它改成十的五次方等级。那你把它改为十的五次方等级，前面这个就要降级，对不对？降级。你前面这个升一级，这个就要降一级，这样才会一升一降才抵消啊，才可以相等啊。曾博安看这边哦，十的四次方你把它升级了，所以七你就要把它降一级。那七降一级就除以十哦，随便算啊。不相信，加起来。这两个再把它加起来会变多少？所以等级一样喽，等级一样啊，他们都是属于十万等级，都是十万等级。这个只有0.7个十万，这个是八个这个等级，对不对？所以加起来会多少？8.7乘以十的五次方。8.7乘以十的五次方，多少八？这个是不是科学机啊？因为前面这个数字是小于十，而且在一以上，对不对？只要你不要用十的四次也可以，对不对？也可以。来，我算给你看。八乘以十的五次方，加上七乘以十的四次方。我把这一个降级，我把这个降级，放到这里。降级。哎，看麻烦嘞。你要这样算，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、啊。来，我把它降级，变多少？那你把它降级，你这个就要怎样？升级。升级，所以八就要变。八十。再跟后面的加。加钱的没八十。所以他们就在这个等级里面做加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八十加七多少？八十七乘以十的。然后呢？8.7乘以十。因为它是八十七。对不对？八十七，所以你是不是要把它降级变8.7？所以这个就要怎样升级变十的五次方？你用哪一个算法算多好？你用哪一个算法算多好？它不见得比较好算了、啊，它不见得比较好算，就差在哪？你看这边1234，它有几个？这边多一个，为什么会多一个呢？因为你一开始就没有看清楚它最后的答案是这个等级，所以你要再算一次，了解吗？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同学，不要动不动就聊起天了。
来算这一题。加法这样算，减法也是一样，等级要一样才可以做加法减法。题目要写哦。科学记号这一张一样带回去再算一次。你上来写，其他人自己写，题目应该写好了，自己写哦。他算得很好，可惜算错了。啊！等一下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他算得很好，注意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来，你先看一下，从这里到这里是错的。从这里到这里是错的。啊，负三那个。没有老师，我说你一边传过来，一边传过对，但是他以为这个是变当。对，小心，来看这里，你跟他算一样的，请举手。好，放下，没关系。来，放下。首先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。等一下，看我这里，看我这里。首先，他把六变零点六，他把它降级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里到这里必须怎样？升级。那负三升一级。不是负四，我们的升级，我们的晋级方向是这样呢，对不对？负三再过来是负二，对不对？升级加一嘛，次方加一啊，次方加一，所以负三加一会变。很抱歉，这两个可以算吗？不行，还要再换哦。了解吗？所以这个是错的。这个是错的呢。首先来注意看，我要怎么做笔记？用负三开始。注意看，首先如果注意看哦，看好这里，我会怎么做笔记？我会把它圈起来，打叉叉，改成多少？负二。接下来我会另外再算，因为这两个没办法算，所以我必须要重算。对，必须要重算。重算是最好的方法。所以这个就留着。这个就留着，我错在这里，下面就不用再改，反正从这里错，下面就没办法算了嘛。你就会看到你没办法算，因为一个是负二次方，一个是负四次方，两个没办法加，所以我必须要重来。然后那个就留着，这个就留着。五乘以十的负四次方加六乘以十的负三次方，重来一次。来，你再上来一次，其他人自己来，让他试看看，其他人自己来。对，重算一次，就是类似把黑板当成是你的笔记本，我就是会这样做笔记。我错在那里，但是我会把它整个都留下来，然后另外再开一个新的题目，这才是一个好的笔记，你以后才会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来，重新再写。基本上，你想要把十的负四次方变成这个，你想要把它变成十的负三嘛，对不对？那从十的负三到十的负四是升级还是降级？升级。升级，所以你是不是升了一级？所以这个就要降级，哎，很好。好，继续算，接下来它就容易了，把它算完。来，这一关成功之后，接下来就容易了。鼓掌。而且呢，同学，而且他很厉害哦，他知道他们两个相加，加了之后的答案是等级比较高的那一个，所以他一开始就选对他。
他刚刚那个不是，他刚刚那个其实他以为这个等级比较高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他以为他这个等级比较高，所以他才会算错。负三跟负四次方，负三等级比较高，这个比他还降了一级。这个要慢慢去熟悉它，好。所以要变大。哎，慢慢去熟悉啊。加法是这样算，减法也是一样的。好，接下来请你们现在，来，那个作业单拿出来。第一题，老师，我要重算。自己把作业单的背面重写一次。来，马上算作业单的背面，现在马上算。遇到困难举手问我，或者是跟旁边的同学问一下作业单的背面。你刚刚应该要去找我的。你去哪里也不知道在哪里呢？不知道，因为我还没有印。而且也不确定还有没有。你缺东西的，你应该要下课时间主动问老师，主动去找老师。就是要自己找老师，而不是老师要主动拿来给你。这个差很多。你们背面的这个第六大题，整个第八题，整个就是要跟你讲，请你用科学记号来表示答案。你先跟隔壁的一起看，然后算在你的笔记本上。然后之前如果你觉得你算的是错的一样，旁边打个叉叉就好了，不要整个画掉涂掉都不要这样，就是我刚刚的那个动作。好。然后回去，你那个习作科学记号要开始写了。基本上明天我只收这一张，明天只收这一张。好，你错的东西一样先留着，因为你才知道你以前是怎么想的，以前怎么想怎么错。然后比较没有问题的，请你开始写习作。我大概后天就会要求你们要交习作，就是。今天是10月24，对不对？明天25，所以星期三。科学记号应该是1-5。好，小老师，收这个给我。星期三的时候，你们今天回去是写这个，礼拜二是写这个，礼拜三要收过来给我改，这样清楚吗？好，来下课休息。谢谢老师。